嗨，你好，现在在展示如何用 AVR Key 达到 HDMI 的影音分离。首先，先把 AVR Key 的两边的直播开关都拨到中间，右边这一个跟左边这一个都拨到中间就可以了。接着，只要把 Xbox One 的输出接到我们的前面的 input。上面的这个输出呢，就接到你的 AVR，下面的输出呢，就接到你的电视，就好比我现在这边的设定。在输出 Automos 之前，你先确定一下你的设定。是不是是正确的？在音量这边。先确定位源流这边是不是已经有设成 Automos 了？好，如果这就是唯一你要做的设定，设定完了以后，我们现在再展示一个游戏，比如说这个游戏，我们回到游戏中，这时候看一下我们的放大器，它现在是正确的。播放从 Xbox One 过来的 Automos 的音乐了。AVR Key 的设定是非常简单的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谢谢。